感觉换衣服，每天早上起来就一下就能喷出好多那个。妈妈，你觉不觉得跟那个雾霾天有没有关系啊？还天气是吧？啊、嗯，有关系，肯定有关系、啊，是吧？那他经常。이렇게최악의스모그사태를겪다보니중국인들의생활에도변화가생길수밖에없습니다난방이시작되기전부터베이징시내의가전제품매장은톡톡히재미를보고있습니다와이렇게많아요以前也卖但是没卖这么好一般现在空北京的之前空气没那么糟糕，现在尤其今年一供暖，暖气烧煤嘛，更脏了空气，所以这两天马上要供暖了，所以买的太多。건강에대한우려가커지자살균기능을향상시킨신제품까지등장했습니다这个叫空气消毒机，消毒机，因为它有卫生部的认证，因为它有杀菌喷淋、杀菌消毒的作用，就是全中国唯一的。唯一认证能叫空气消毒机的只有这台机器。중국당국도비상사태입니다낡은전통가옥들이밀집해있는한주택가집집마다석탄난로를없애고전기난방시설을설치하느라동네가어수선합니다이미올초에강력한스모그를겪었던중국정부는베이징시내핵심지역인4만4천가구의난방시설을전기로교체하고있습니다那这工程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工程是10月份开始的。哦，那就今年开始就用这个煤改电了，是吧？对对。看一下那煤啊，没有。이미설치작업을끝냈다는장요성씨겨울이면연탄을사재기할정도였는데지난해쓰고남은연탄은이제무용지물이됐습니다这个是。看看。看看蜂窝煤，这个是以前用的吧？去年的，啊、去年的。对、啊，今年这个。今年没有。今年没有。今年没买。不用了是吧？不用了。这看看，要那什么不行了，处理不了了，就把它烧水烧了才，那怎么办？那个，那也不能糟践呀，这。啊。这是在现场系不安好了，就是没给通电，不让开，现在就是这意思，就是。现在不让开。不让开，然后没给。还没给接。线还没给接上了，不是吗？没事，他还没给按呢，这不是？这个是您自己买的还是政府给的？政府补贴多一半，自己掏钱掏少一半钱。花的这钱没给电是不错，家里也干净。政策呀特别好。现在是乱。嗯。采取严格的污染减排措施，尽量减缓污染加重的程度。중국정부는하루가멀다하고자동차2부제나공장가동중단대규모야외행사금지같은응급조치들을내놓고있습니다그러나임시방편적인규제가효과를거둘지는알수없습니다국내초미세먼지의원인이중국발스모그만은아닙니다우리가자체적으로배출하는오염물질들도 PM2.5 의농도를높이는주범입니다특히차량2000만대시대를앞두고자동차배기가스에서발생하는초미세먼지에대한관리가절실합니다교통량이많다고판단되는역삼역사거리를중심으로역삼역주변과 100m, 150m, 뭐 300m 이런식으로거리를도가면서측정을한거고요지난3년동안연구팀은큰도로변과도로에서비교적떨어진지점의미세먼지와초미세먼지농도차이를비교분석하고있습니다전체먼지농도에는큰차이가없었지만도로와가까운곳일수록미세먼지와초미세먼지농도는매년높게나타났습니다사거리중심에 100m 이내의지역보다 100m 바깥지역이한 5에서 10% 정도낮은농도값이나타나고있다고그렇게정리가되는편입니다특히디젤엔진차량은측정값에적지않은영향을주고있습니다디젤차량이지나갈때순간적으로그데이터를보게되시면 PM10 이나 PM2.5 에서상당히높은폭으로증가하는것을파악할수있어서
국제적으로도 디젤 배출가스의 위험성에 대한 인식이 높아지고 있습니다. 지난해 6월 세계 보건